小火火的两饼甲饭圆，唔那食会饱，佫真大心。另外，佫有茶叶蛋甲肉包。总算可以吃肉包了，吃了好几天素了。二分之四，大家嘛要紧挂香的活动进入下半场，回来会当食醋啊。因都有真热心的民众摆点心摊，互相可以享用。好食物伫咧面头前，无点物啊，都互人食了了。就会趁已经开车啊，肉包200温，差不多半点外钟就一扫而空了。因都会骑机拢摆香案，祈祷台湾平安。大批信徒抢要弄桥卡，大家妈祖乱桥所搞的所在拢真闹热。伫咧前一暗，嘉义新港洪天宫庙前庙外拢真侪人，超过10万位信徒恭送妈祖回銮。妈祖的整个的绕境，那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，包括信心，那是让也带动了地方经济。新台的会家典礼照顾的进行庄严隆重，嘉义县长王忠良、立委陈冠廷、甲王美惠、洪天宫的董事长何达宏等人举香敬拜，大家顶南宫的董事长甘清飘跪读会家的祝文，搁做伙恭请妈祖登轿，信徒拢烧真礼望妈祖的金身，并且协力传送，点到起码跑掉后，就准备要回銮了。这是新闻，嘉义分林报道。